欢迎来到乐界体育比赛的时间。今集我哋会继续嚟到中葡职中体育馆，重温1516各年学界武术比赛精华。上一集我哋集中睇女子组，今集嘅就集中睇男子组啦。今届学界赛除咗学校之间嘅争夺激烈之外，南美三冠王咧都成为咗焦点。高手陈冠康、简继华、蒋伟成、黄佩先等等都系有力嘅争夺者。首先第一项重温嘅就系男子 A 组初级竞赛剑术，一共有五位选手嘅参赛，全部都系澳门放纵嘅学生。首个出场就系黄佩先，呢位太极高手表现都系唔错噶，做出8.51分，向锦标咧发出咗挑战。接住咧到陈冠康出场，佢之前已经夺得咗男子 A 组初级竞赛长拳嘅金牌，信心大增啦。尽管黄佩先做出好成绩，俾咗好大嘅压力佢。但陈冠康就话啦，自己赛前咧唔会谂太多对手嘅表现，最紧要啊做好自己。陈冠康今场出战主趟剑术，发挥咧如鱼得水噃。剑术讲求灵巧矫健，节奏感好重要，形态咧亦都系要够优美洒脱，更加重要嘅咧就要速度够快噃。现在睇到陈冠康嘅演出，速度感明显咧就比练开太极嘅黄佩先要快，连贯性啊亦都系比较好噶。最终陈冠康有8.69分，顺利压过所有嘅对手，夺得剑术金牌。嗱，黄佩先就亚军，邵杰腾就季军。陈冠康赛后就话啦，8.69嘅分数咧都系可以接受噶。赢喺边啊？赢喺基本功咯，我觉得应该系基本功，因为佢平时系练开太极噶嘛，跟住。练开太极，咁佢打出嚟就柔少少，跟住我练开剑嘅话，可能就有多少少速度咁咯，系啊。咁陈冠康连同南美初级竞赛长拳剑术已经手握两金，下一个项目咧将会同蒋伟成咧喺初级竞赛枪术之中交手，争取个人咧第三面嘅金牌。即系今日攞埋自己第二面金牌啦，咁其实觉得今日同寻日嘅发挥好唔好咧？都好，都几稳定，即系都。上場都打到平時練開嘅嘢，就係同邊個賽都係打翻自己嘅啫，即係同你對手冇關嘅。呢個上場就係打好自己啫。接住到南美初級競賽少年規定南拳，呢個項目咧只有三名選手參賽，亦都係澳門放縱學校嘅天下。现在咧到散打好手简继华上阵，大喝一声之后咧就气势如虹啊！南拳咧讲求刚猛力量气势，简继华力量咧一向都系好噶。正因为爆发力咧比较好嘅关系，3年前即系初三嘅时候，简继华咧就由套路转咗去散打，专注练擂台啦。不过今届最后一次参加学界赛，佢话点都要再战套路，为自己留下一个美好回忆咁话。简计划今日的发挥就相当之好了，将南拳的特点都打到出来，证明练散打对他练套路都是有帮助。最终一出场就先声夺人的简计划获得8.8的高分，足以令他击败方众队友何益新和何文福，比赛首日就夺得个人的首面金牌。接着在第二日的赛事入边咧，简继华保持勇态啦，再在初级竞赛棍术之中击败了两名较劣的对手，拿下个人的第二金。咁啊，简继华已经手执两金，立即咧同我哋倾下偈。我觉得我发挥都算咁上下啦，因为我觉得系转咗呢个套从套路转咗散手啊嘛，所以呢个套路都系冇咩点练过，所以发挥咁。發揮到咁樣都係算，我覺得 OK 啊，都係，因為係呢、這個今年係高三啊嘛，最後一年學界咁咪打埋佢咯，盡力打埋佢咯。因為呢個戰咗散打之後，呢、這個都有練力量啊，
體能之類啊，所以呢個套路啊都會變得有啲速度啊、力量咁咯。未來會想喺邊一方面發展？未來啊，因為都係而家轉散打啊嘛，所以未來都應該係偏向散打多啲咯。简计话预下咧，仲有初级竞赛刀术一个个人项目，赢埋咧就可以三金加薪。到底佢就最大对手系边个呢？刀，我觉得就蒋伟成咯，几劲啊都，因为佢而家目前都系两金啦，系嘛，系啦，同我都系一阵先啦，系咯，所以应该都系蒋伟成。陈冠康简计话能否獨取三金，都要问个镜评嘅高手蒋伟成。喺南美初级竞赛枪术之中，陈冠康、黄桂仙、蒋伟成形成咗三雄鼎立嘅局面。咁啊，呢个项目咧有六名嘅选手参赛，五个系澳门方丈嘅学生，斗一个镜评嘅蒋伟成。咁前三位选手分数就一般啦。现在见到第四位出场嘅黄桂仙，立即咧做出8.78分嘅高分，为锦标定下咗一个高标准。第五个出场的陈冠康啊，来头不少啦，已经攞咗长拳同埋剑术的金牌，现在全力冲击第三金。咁陈冠康的表现咧就向来稳定，咁长都唔例外，获得咗9分。咁全场的观众都认为佢大有机会啊染指冠军。咁压轴上阵的蒋伟成咧承受咗好大的压力，不过呢位镜评学生毫无惧色，一上场咧就使出浑身解数。咁腰马动作的幅度大，力量好又流畅。论整套动作的气势和发挥，蒋伟成似乎比刚才那两位要好，枪如游龙。最终蒋伟成技惊四撞，获得在场所有裁判的认同，得到一致好评的9.19分，震惊全场的勇夺冠军。陈冠康无奈只是屈居亚军，与三金就失诸交臂，黄桂仙又得到一个季军。蒋伟成夺得9.19分是全场的最高分，他说主要因为对手就没他那么重视学界赛的套路，所以能够成功突围。我都没想过自己可以拿到全场最高分，这个是全场最高分。今集的发挥特别好呢，其实认真咯，平时训练都是靠平时训练，平时训练呢比较投入咯，因为这一项其实不是我主项，我是想尝试一下咯，来练一练个枪，嚟练下呢个枪术，所以咧都冇谂过自己可以攞到第一名，不过都靠住自己努力，所以都系成功咗。咪睇完枪术，咪现在到咗今届南美个人项目嘅最后一战，个初级竞赛刀术，蒋伟成咧率先登场。他之前已经在长拳枪术拿了两面金牌，今场将会和简计华同场较劲，争取成为三冠王。刀术讲求粗犷，对力量气势都是有很高的要求的。至今来讲，蒋伟成的表现都是相当之好，动作连贯性好，完成度高，基本上都将刀术的要点找到出来，猛如老虎。最终蒋伟成保持住枪术的气势，获得了8.98分，又是一个超高的分数，为接住出场的简计划添上不少的压力。这位澳方的学生赛前想着尽力打挑战蒋伟成，不过今场表现只是一般的，只获得到8.13分，最终蒋伟成就以8.98分比较大的优势击败了简计划而夺金，成为三金得主。简计划屈居亚军，三金梦碎，不过据赛后说两金一银已经很满意了。是啊，比较特别，是啊，都最后一年了，我差不多要升大学，都是在国内升大学咯，所以以后在澳门的机会都少了很多。我睇完咁刚强的男子比赛，接住就看女 A 24式太极拳综合一下。咪呢项有9位嘅选手报名参赛，但真正落场的就少了。大家要留意黄色比赛服澳门方仲学校的何永贤，他旁边白色比赛服的就是赛龙的邱海敏，两个人的实力就差不多的，胜负要看临场发挥。何永贤的运动员生涯就并不顺利的，开始的时候就是练南拳，众所周知南拳就着重刚劲有力，还要有气势，不过来了南拳差不多10年的他身体出现状况，
医生曾经建议他停止剧烈的运动，但是何泳仪对武术就很钟情，决定由滥拳转向较柔和的太极拳。经过近四个月的刻苦训练，何泳仪重出江湖，首度挑战太极赛。虽然练习的时间就不算太长，但胜在根底比较扎实，悟性也比较好，今场打得都是有板有眼的。邱海文的表现也是不差的，都是有一定的功架，而且相当淡定。不过何泳仪的表现更获得裁判的青睐，最终得到 8.49 分，并以 0.25 分的优势击败了邱海文，为自己赢得人生第一面太极金牌。邱海文、邓泳仪同获得 8.24 分的。在今届的学界赛之中，何泳仪克服了种种的难关，除首夺太极拳的金牌之外，更加赢了枪术、刀术两个项目的冠军，继何俊莹之后成就另一个女 A 三金得主。我们在太极拳比赛之后跟何泳仪谈过一下偈，她希望调理好身体之后争取更多参加大赛的机会。一开始都觉得很难的，因为完全是两样东西来的嘛。蓝拳就很快啦，之后又要很凶狠这样，之后太极就变得很柔和啦。是啊，根本就是两个极端咯。但是就觉得是被自己挑战一下咯，因为平时都见到哥哥姐姐在练，都觉得太极即系都好靓咯。佢哋平时打嗰阵时都觉得佢哋好劲咁。我自己一开始练其实都很不惯咯，很不协调啊嗰啲咁样，但是系咯就尝试下咯，依家啱啱转无奈，系啊系啊。咁你练咗太极之后，会唔会对武术有啲新嘅体会？会啊，我觉得即系平时啲人话咩可能练武术是强身健体，或者有时候有些人又说什么会练到成日伤啊那些，但我觉得太极就会好很多，它真的可以强身健体咯。就你练的时候平时你觉得好像很慢咁，好像很轻咁，但其实太极都很累咯，即是还有它打的时候是真的 feel 到嗰啲氣血咧係好好運行咯，即係真係會出汗咯，唔係太極打得慢就唔出汗咯，係啊，所以覺得幾好。好快脆咧，又到咗今集最後一個項目，亦都係今屆賽事嘅最後一項。咁赛前卢孝同奥方喺奖牌榜咧争持激烈，都有26面金牌打成平手，即系话要斗到最后一项先能够分出胜负。高级组集体竞赛由四队嘅角逐，奥方一直被睇好噶。八位选手咧穿起唔同颜色嘅队服，演出集体剑术。咪集合咗陈冠康、简计华、谭浩江、黄佩仙等等嘅成名好手，整套嘅编排都系唔错噶。可惜咧，表现稍为失准啦，只系得到7.92分啫。咪紧接住出场嘅咧，路后六位选手，青一色嘅黑云战衣，佢哋演出嘅系集体拳棍。一开始，路后咧就以拳术咧出击，整体表现就相当之好啦。队员啊，斗起精神，加上连声嘅呐喊，先声夺人。去到中段，卢孝就转向以集体棍术嘅出击，编排上咧系有一定嘅心思噶。虽然卢孝队员嘅个人实力未系太过之突出，但整体配合咧就唔错啦。以气势嘅取胜，又有对练等等嘅环节，最后咧以一个五星棍阵嚟结束。结果卢孝获得8.04分，险胜澳门方总，夺得高级组集体比赛嘅金牌。澳门方总就屈居亚军，蔡龙就第三名。卢孝不单止单项夺冠，更加以27金15银27铜的成绩成为今届奖牌榜之冠。澳门方总有一牌之差，以26金23银7铜的排次席，成功会有8金6银2铜的排第三。看完集体项目，今集的时间又到了，再次恭喜得奖的运动员，下个学年大家继续努力了，拜拜。